起，成婚以来，端端孩儿已有三岁了，上月又生下一女，取名重阳。这是我夫妻儿女周日藏在花园之内，不知几时才能枝头露面。像我这样多虑，又有什么用处哟？
公子啊，这个少夫人今朝为啥了不开心啊？还不是为了几年来藏在花园之内，不能出头露面啊。是呀，这要难怪我的少夫人的烦恼，这难怪我的老相公的心神高挂，将我的公子们也是出于无奈。我想你多两个人的尸体呀，终于一年未雨失落个。你多两个人老里老道嘛，还是唔嘛勇敢。老人家，少夫人。已经忘记他你啥家？什么呀？自从你过年出这个西门，进这个后门，从今年数起来嘛，还有两个儿子。两个。嗯，你嘛应该出后门进西门去回复一声老相公子。是啊，该回复宫里去了。哦，这是。哦哟哟，遇上个婆家，上意识得好，娶新屋总要记功不干。是我讲的，我错的，我错的，我错的。不是如，爹爹若见我未曾得中，岂不又要坐牢啊？哦哟，你不起嘛，总不是日皮娃。是啊，怕也无用，总要去见你，总要去，要去干。我此番见了爹爹，他若不纳，便将你我成婚之事禀告于他。只是你功名未就，他也难欢喜，还是见机行事吧。我去了。起哪？张天可晓得呀？哦哟，张天拉到后门等着你半日子，还是等侬来啊！哎，小兄弟哎！来这来这，哎来不告，公子来啷个打？张天可有妈呀？哎呦，我来晓得，跟我来，跟我来。哦，小子，啊，张天哥，那你要来的，你要来的，你要来的。不准到西门去呀！Thank you.
母子还父母子。难道不曾得中魔？爹爹，孩儿此番命若孙山了。哦，命若孙山了。啊，以我儿的文才，不难考中。莫非那举考官瞎了眼了？儿啊，弟弟，你将我选出来为父观看。这，哦，弟弟，儿在中途路上失落了。啊，怎么讲？失落了。不敢猜。今日不光叫日后连路光连路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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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路驸马安北家，回堂前奴才功德，本将功高受贿，谁心难道把平安儿存不能存？你的驸马太子，将我陪嫁，世代居官。一辈不是满腹经纶，偏偏生下逆子奴才，不求上进，日暮我思想门第。师父，哪两只奴才关在后花园书房之中，除一日三餐之外，不许外人相见。我说不服，你可等三国吃的那哈子？哎呦，今日若不是你解决，爹爹岂肯甘休啊？我有公子啊，老可啊，你今朝可等三国吃的是这个样啊？你怎么这样讲话呀？我有公子啊，方才老乡的闲话，你咋不能听见你说讲？什么啊？放在老乡公社，我你归了合伙于四方之中，一天是他三餐之外，不许与外人相及。哎，你倒仔细想想看，岂不是恶中已经神贼之人多哉？是啊啊you
相公一等高佛努力关系来，西王门不许开，不许关，关的公子来入围，西王里下真人家，荷花院里还是在，个三夫人，个真以为样子一胎又一胎，里里外外才晓得是上老下三春节，只有努力的老相公蒙了狗里不人心狗来，有这一年的春班子，个老相公我看你们哪白来哪个白。今朝清明佳节，老相公叫公子上门，公子今气在让我回复老相公。啊，老相公！刚才命你去唤公子，带我上坟烧火，可曾去么？哎呀，已经去在。哦，去了。看今日天气晴和，不免到花园中闲步一回，以散心情。哎，老相公哎，忽略你们风俗哎，你们身体不大好，饭起在，饭起在。不妨事，随我来，趁那时。心前身自在，春至尽长假，随我来。啊，是在是在。你说啊，哎，蜂蜜糖，哎，对了，蜂蜜糖，做蜜糖，好哥，我们老马就叫白木做做蜜糖，老糖，好哥，好哥，老糖，好哥，你到你老老来吃嘛，好哥，哎，没底，没底，没底，我有。不是要害是水家的，我们是陪家。我要杀个白宝贝，这是我要当啊！陪吧啊！你们是哪个陪家？是陪尚书家的。我哟哟，啥你不晓得？你都两个是陪尚书何云那个丫小子。你慢慢等一下，妈妈去，妈妈去，妈妈去。干你
这夫人是谁家女子？是啊啊，老相公啊，这个夫人才是你护院的几朵花，上不把老相公客气了，你不了给打呀？哼，还顾从此将来。谁家之子？是你裴文的姑婿。啊，老相公啊，老身啊，夫人花费不分彩礼，所以才是能够标致个幸福。我有一对分账能够生儿，那应该开心，何必烦恼啊？啊，原来这奴才，万莫在花园中干的好事啊！太婆，那就命你去至前门，等着奴才回来，叫他速来见我。好事。你这夫人口称少卿之妻，何人为媒？这无人为媒。那个作主？自己作主。你一无父母之名，二无媒妁之言，不是苟合，定是私愤，分明是轻狂荡恩仆。
这样伤风败义所之人，还不与我快走？何话可讲？你把我在花园中干的好事啊！破军朋友，快快与我写下休书，向他回去。少夫人神魂已经千里在，那是叫公子小叙事，你吃不苦吗？买不苦，喏喏喏，总要苦的两个小女迷郎，上衣拾得好，这个上衣已经知人知所为在。老相公啊，你高抬贵手，也不辛苦，老夫才。
是你帮他们干的好事，还归我管了下去。张天去边过关来。Thank you.
谢，无为苟合，以为三从之德。这因本贱女，暂作宦门之仆。你是就是永断瓜葛。公子啊，我们只好细工爱日子了，你下子吧。快请莫西。上京赴考，若能功名回来见我，你若不然，要你的狗命。张先，押住奴才，即刻进京，不是于庭留。公子啊，你去吧。这修士交付于他，交付于他，还不与我快走？叫我走，儿啊，我们走。这两个小孩乃是我裴家故事，岂能任你带走？再采取实施，等我们公子出来嘛，你多再读书吧。老人家，少夫人，我呢？老人家，这
媳妇在，这两个刁女人与老那里，没想你要好好服侍少夫人啊，你放心去吧啊。就要前来拜谒。想当初我那女儿天真，若不随那狂徒逃走，今日岂不过是个县城的状元女婿？想小姐若在，只恐早已嫁与杜甫了。那杜公子早已亡故，还替他则甚呐？啊，狂徒啊狂徒，天主有眼，有朝一日反在老夫恩的手内，定要将你碎尸万段，方消老夫心痛之恨。启禀老爷，众位门生老爷前来拜见。队中可有新科状元？这倒无有。倒是新科状元到此，请至内书房待茶。是，是我即刻就到。遵命。
两小姐自随那少年逃走之后，不就已有七年了？方才老爷忽然提起，如今也不知他生死存亡，好不像杀人也。王员公道，且慢。方才老爷言道，辛苦状元行配，又是江州人士，莫非？待我躲在门外，少时倒要偷去偷去。状元公随我江州回去。这，是是。
教训尊命，就此拜呀死。做啥活？找妈妈。哎呦，挂相你这个妈妈是真不能让火油里个在。那可在哪呢？啊，哎呦，不要受罪了。哎呦，别来我的不家。阿日，你做小儿嘛要听闲话，不听闲话，你这个老丫丫是要当家。啊，快报。哦，老相公啊。他们要到哪里去呀、啊、老相公啊，这两个小儿要到火油里去。哦，要到花园中去。我们要到花园里去。啊，不妨事、让他们去吧。我有老相公啊，这个火油里是去没去不得的。为何？No, 这两个小女也倒是火油里呀、就能够滴滴可可了，要心里多亲娘个。你们还敢吵闹，我是要打的。我说老相公啊，这两个小女要心里多个亲娘嘛，也是神之上人。嘿，那啥个都不你急，那两个小女没了嘛，我发的啥个威哟。回来了相公。哦，张春你回来了。哎，回来先。哎，老相公啊，公司的中少女者。哦，得中状元了。奉旨啊，张先吩咐国乐相宜。是谁？哈哈哈哈，国乐相宜。如今德兄回来，不拜也罢。那又不拜之礼，正是用回乡里拜也去，拜得寸寸教养啊。最红才动天资，定冠福带要分门平。都可以杀你侄儿啊！回来这样哭哭啼啼，成何体统？佩伯，那将这两个小孩领到后堂，不许再次打扰。好哥，快去！来，挂小女听闲话啊！
老老的阿弥马当本都吃。来来来。啊啦！如今德州回来，为何愁闷起来？两个小孩儿哭哭啼啼，要他的亲娘。小孩儿也是无计奈何。哈，这有何难？待为父与你另选高门贵女，也就是了。哦、高门贵女，是啊。不劳爹爹费心。却是为何？孩儿此番赴八求名之后。那位恩师大人要将他女儿许配一孩儿。哦，有这等事？有这等事。你可是应允啊？孩儿不敢应允啊。哎，你为何不允呢？君上位，禀禀爹爹，若是允了，岂不是不告而辞，罪莫大焉？这不。啊，孩儿啊，但不知那位恩师大人姓甚名谁？哦，他乃唐氏宗亲。哦，唐氏宗亲一定是姓李了。是。官居何职？现任礼部尚书。哦，礼部尚书。礼部尚书。哦，原来是李世杰李尚书，我与他。同朝为官，阿和尚，这真是门当户对，天赐良缘。爹爹，以孩儿看来，不是什么天赐良缘，是什么？乃是大祸临头。官何出此言？爹爹呀！本身只有鹏程万里，哪有大祸临头哟？爹爹，你倒被我家休妻之人，他是何人？他乃寒门贱女，早已休妻，你还替他辞身？哎呀，爹爹，这一休就休出事来了。休出什么事来？他就是林尚书之人。来回亲，我家一将小弟休去，他若来时岂肯甘休？这不是孩儿的大祸临头。这不，当初你不该将他休去。当初，不是你大大的错了。是，孩儿错了。如今只有你亲自前去，向他赔礼。接他回来团聚啊，要孩儿前去呀。是啊，快去。好了，你干事不愿前去？非是孩儿不愿前去，那千军小姐心情顽强，孩儿去嘛，只怕也是枉若。难道是要我亲自前去祭他么？
可样是要老将沉默个子啊！也罢，为了我的前程，带我亲自前去。海波，那吩咐外山大桥去找夫人去了。好哥，走大桥。哎，到罗里奇呀、啊！哎哎，师长，你家少夫人出门之后不追往何处安身呢？哦，你问少夫人她么？啊，是啊。那郎神马清虚国，清虚国，难道他去了家了？哦，公子啊，你不要说这娘，可个个是为夫人出个来。是啊，状元夫人哪有出家之理呀、啊？外婆，你们外向大桥去询问去了，这当是合家欢喜，庆团圆。今朝可以得得足。呀妈的！我想小姐的脾气我是晓得的，爹爹此去，他未必肯回。这，哦，莫不免随后追赶前去。小我小我嘛，真小我，谁说个我那个少妇人哪顾出去？二说个我嘛，又要把少妇人得罪了。自家晓得有点难为人了，说那个后头不敢报上来，说啥叫老老我啊，先去通报一声。好个，干嘛我来去通报一声？哟，这大实在。奴来在，奴来在。啊，老公公，因何这样高兴啊？哎，今朝我心里呀有开心的事体，奴想想嘛就要啊。什么事情高兴啊？你快想想啊。嗯啊，调皮不够，今朝开心的事体不好说本听。哎，不算，我不算，我还是我不别理你啊！休问题，少夫人出来在，老人家来。少夫人哪老来在，老来在。两个孩儿可好么？啊，两个小孩嘛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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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老人家为何这么欢喜？哎，你出来嘛，侬不讲；少夫人出来嘛，侬马上就讲。恭喜少夫人，贺喜少夫人呐、啊！哎，像我府里之三，身居安官居中，还有什么可喜可贺？哦哟哟，少夫人呐、啊，你不晓得。我的个公子终至少有了走来这样哦，他这下就好了，他中他的状元与我什么相干？是啊，他一把小姐休了，还管他什么状元状房的。少夫人呐、啊，你不晓得，今朝我们那个老爷要来这样。怎么，你家老相公也来了么？在那门口都等着半日个在。我乃
从我们这个老相公做事体呀，也特意写信给他，今朝还要一来碰碰给他钉子的嘞，这个这个，哎，老相公啊！师傅啊，可曾见过一家少夫人么？奴是几个个家，他可曾讲些什么？你不认识啥？哦，是请进去。哦，请我进去。请进去。是啥？他乃高门贵女，知书达理，请到我来，我自然要请他。请带我进去，请带我请他去。快去通报你家小姐，是我来了。你等着。哎，老相公啊，放在一个小局我都有说的啥？哦，他叫我们等着。哦，叫我们等等，那么我们就等吧。等吧。快去通报说我来了。啊，嗯，不等着。快去快去。不等了，我去通报啥？老相公来啦。啊，玄机在哪里？啊，玄机在哪？来这个闷工匠。天子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为何要这样的称呼啊？到此有何贵干？哦，天子有所不知，我儿得中状元回来，我是特地与天子报喜来了。哎呀呀呀，你的儿子中了状元，与我报什么喜？我先生是哪里话来？有道是芙蓉七贵，暂时不喜啊！太傅，啥？吩咐外相大桥。好哥，少夫人要回去了。张脚站，大桥，张脚站，大桥。我是特地来替你回府去的呀。我若回去，岂不枉坏了你儿子的天成？这辱没了你陪门的上祖。你陪家世代世下，哪有我这样妩媚斗狠、伤风败俗之人？这个。先生，是什么妩媚苟合、伤风败俗？这像两情相悦，有臣不念之好，古来就有啊。哦，古来就有，就有啊。倒要请教。像那含首偷香，家从不以为罪，问君私奔，后世传为佳话。啊，贤妻，你是有故人之风啊！只怕是长期之流，稍不得问他过土葬之罪。啊，贤妻，像我儿是状元及第，得配你唐氏宗亲，
这正是门当户对，天赐良缘。令人好笑，是个好小哥。二爷能是一个句音频，这原是一句淡话。这个那吕不像话啊！先生，我们是一家人，还是回去了吧？哪个是你家之人？难道忘了不成？忘了什么？你过休是永断瓜葛。哎呀，坏了，坏了啊！哎呀，怕用上的嘞！啊，公子啊，来咋？爹爹怎么样了？哎呦，你都牙聋不了，累他个子！但是小地主老了啊。想啥是愉悦的了？这日何时好？哎呦，公子啊，我们两样干，只管进去想去吧。咱娘都去看看老相公那做啥？我进去。娘子，你爱的是哪一个啊？本相是我啊。哦，原来是佩家公子，你今日头插金花，身着红袍，到我们这里来做什么啊？你怎么这样讲话呀？你家小姐呢？小姐在里面烧香念经。不许仙人打架啊！怎么把你家姑老爷当做仙人了？你拴开些吧！啊！啊！娘子在哪里？娘子在哪里？娘子，娘子在哪里？Cheers!
修士乃是爹爹再三禀赋，如今我家爹爹考考生生称你是贤德媳妇，你呀也扬眉吐气了。我不是他贤德的媳妇，何止此，你算清罗夫。好在好在，老子要斗得哟。